8000金币啊，我猜要出好东西。哎，上来就出来个蓝色衣服，我去，又来了个蓝色裤子，天哪，又一个蓝色衣服，妈呀，太爽了吧兄弟们，上来这几发，这咔咔咔的咔咔咔，我去，这么爽兄弟们，我的天哪，4400又可以再抽一发，出紫色，哎，出来个白色，妈呀，这三个我估计要分解，我猜分解70-80个，哎呦，61个，哈哈哈哈，直接出来61个浮士币，妈呀，兄弟们，这个8000金币换了61个浮士币，真划算，说实话是真划算。啊，现在700个了，我这个马上就要能换这个物资当中的衣服了。哟，哎，这东西这么便宜，520就可以买，妈呀，这个原来这么便宜啊，朋友们，这个衣服这么便宜，我去，那也太夸张了吧，这么便宜我就不想要它了。我们还是凑这个888的吧，或者弄一套圣诞老人。我的天，圣诞老人的头发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中毒了吧？哈哈，那这个啥时候抽CF？先别慌，先别慌啊，还没到呢。这圣诞老人长得像个魔鬼，你是魔鬼圣诞老人？你看那胡子，太假了，肯定是卡出 BUG 的，太颜色太鲜艳了。对，没错，应该是卡出 BUG 的。好了，不管他。